人家都喜欢擦地了吗？现在踩我刚踩的地哦，对不起啊，爸爸只是觉得你很可爱，想多看你一眼。这次我就白擦了。哦，对不起啊，他这都知道，哈哈，讲话一套一套的。那你这讲的没错呀，是不是呢？啊，干嘛？扔垃圾桶，擦完就扔垃圾桶。是你用过的，然后给他还是怎么？他自己拿，他提议要擦地的。嗯。不是我提议要擦地的。我刚刚打开一下这个吗？对，这个，再擦一下就差不多可以了。好干净的，看弟弟一个人忙过来。好忙啊！人家都是商务人士，大家都好忙。就我最闲。你可以很忙的，你不喜欢忙啊？上我那么多时间学习，你都不学？学了。盖上吗？你好好学。盖上吗？对，不盖上就干了，宝贝。你擦过牙垫了吗？对呀，真棒。有我的吗？有我一张吗？啊，你不拿？你拿了两张。我儿子，你手上是两张。哎，连在一起了，给我一个吧。撕开。大爷一个。撕。大力点，嘿！谢谢。你看我刚擦完的，你怎么还已经干了？干了就没事了。爸爸已经擦了那个厨房的地了，是不是那个餐厅的？嗯，就是面包屑的那个擦一下。我刚都擦了一次了，昨天只擦那一半，没擦这一半。儿子，你得按照顺序擦，擦过了就不擦了。这弟弟好野蛮呐，你听到这声音了没？我也听到了。是啊，啊，你们，嘣。